好，2012年嘅第12条，咁而家咧有个 fixed point 咧叫做20:12嘅啊，即系 let's say 我叫佢做 A 啦吓，然之后个 point fix 死咗啦，你要同呢个 point 个距离永远系五嘅啊，永远保持系五嘅，咁你点可以行到永远系五啊？咁咪围住佢行咯，一个 circle 咯，呢、这个 circle 嘅 radius 咪就系五咯啊，你永远都系五，所以个 P 咧佢嘅轨迹咧就会系一个 circle 嚟嘅，咁你先可以咧令到个距离咧系永远保持一样啊。咁答案咧就係 A 啦。